2021年伊始，比亚迪发布 DMI 超级混动系统，打造以电为主的混动技术。搭载 DMI 系统的秦 PLUS DMI、宋 PLUS DMI 等车型增长势头正猛。我们有一个技术的鱼池，培育了许多具有颠覆性的技术，当市场需要的时候呢，能够迅速实现产业化和商业化。比如超高安全的刀片电池、超低油耗的 DMI 超级混动，以及被誉下一代电动车摇篮的 E-Pintech 300，在芯片短缺的大背景下呢，我们的芯片半导体也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可控。现在呢，我们产品的客单价已经高达15.17万，追平甚至超过部分合资品牌。我们通过旗舰型汉唐，把比亚迪品牌推向新的高度。在交出1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答卷的同时，比亚迪带来了另一个重磅消息。基于过去10年公交电动化在海外市场打下的坚实基础，1500辆搭载刀片电池的唐 EV 在2021年发运至挪威，比亚迪海外乘用车版图提上日程，国际化战略正在提速。在技术和产品的赋能下，第二个100万台呢将很快实现。新征程，新起点，在成就绿色梦想的前行道路上，比亚迪将继续以技术为王、创新为本的理念，以更加开放的胸怀与姿态，去链接更为辽阔的美好未来。